植物大作战！嗨！小鬼头，老大，你知道今天谁需要接受惩罚吗？今天的话不就是小蛙姐吗？你们俩要干嘛？又来这套，真无聊。呵呵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话真多，还有什么惩罚我接受就是的。闭上你那张嘴，哼！小鬼头，看看惩罚吧。我就说，好了好了，小蛙姐，你的惩罚分别是：一，每句话后面用夹子音说“哥哥”；一个字，绝；二，大叫三声，我是最丑的蛙。如果各位小老大们喜欢小鬼头的话，就三连支持一下吧。丑蛙，嘿嘿嘿，小蛙最丑，最丑小蛙，嘿嘿嘿嘿。闭嘴。喂，真讨人厌！哼，速战速决，选低一点，哥哥。Nice。好了好了，惩罚已经开始了，我们进入选择阵容环节。这期的素材投稿来自于评论区，主题是绿色与大块头，小蛙姐先选。我拿狙击射手，黑色绿卡猪可不是吃素的，哥哥。我拿荆棘刺王剂，近距离攻击，全方位覆盖。我拿荆棘刺龙，远距离攻击，哥哥。这最后的极强豌豆我就拿了吧。本来就是你的，哥哥。轮到僵尸阵容，老大来选。嘿嘿，这不肯定是橄榄球巨师，实力无敌呀、我拿普通巨师扛一扛吧，哥哥。这深海巨师我就不客气的拿了哟。嘿嘿嘿，这大喷射僵尸归我啦，哥哥。阵容选择完毕，随机事件如下：一，我真是裂开了，橄榄球巨师分成橄榄球僵尸和先锋橄榄球僵尸；二，我变得更强了，普通巨师属性成二；三，我现在变快了，狙击豌豆攻速成四；四，双重防御，己方获得高坚果加南瓜罩；五，燃爆家族，己方获得燃爆椰子树、燃爆机枪射手、燃爆豌豆射手，但燃爆效应可以除二；六，看我扎爆你的轮胎，拥有大篷车僵尸的反方，获得荆棘钢地刺。随机事件介绍完毕，小蛙姐先投骰子。六，拥有大篷车僵尸的反方，获得荆棘钢地刺。反方，这完全相克呀！希望普通军师拍美他吧，哥哥。嘿嘿嘿，多谢你了，小蛙。到我了，我扔。十四，己方获得高坚果加南瓜罩。呜呼，今天的运气真不错，嘿嘿嘿。这，哎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呀，哥哥。嘿嘿嘿。好了，双方阵容摆放完毕，我们战斗开始。大块头冲啊，哥哥！难道就你有大块头？橄榄球巨师和深海巨师，冲啊！狙击豌豆真给力，你的深海巨师秒没了吧，哥哥？嘿嘿，你的大篷车都比他先没。普通巨师啊，狙击豌豆快，我瞄准，快啊！我的荆棘刺龙啊，狙击豌豆呀，哥哥！嘿嘿嘿，二比一。哟，况且我的荆棘钢地刺和高坚果还纹丝不动呢。哎，我快没一点射一点，这技不能输，最后再挣扎一下下。没了，又输了呀，谁吃下这么背呢，哥哥。终于呀、我这次终于没有再输给你了。好了好了，这期的植物大作战就结束了，期待各位小老大们的踊跃投稿，我们下期见了。